姑，嗨！我今天在王金凯家寻宝，然后发现他的房间如此之多的器材，包含我房间如此的小。对，他房间超小，但他影片拍下来真的是有够大。然后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，包含这些柜子里面，包含这些器材，真的是不得了，一定就是用这种广角去拍的，难怪那么大，真是的，这就是镜头的骗人。就是人家那种脸很胖，立马瘦，就这样子。是吗？人不行啊。哦，真的吗？那靖凯，你可能要修图修很久。好的 ，peace。你要 peace。